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Brave Girls 你可能不知道的17件事。 2011年以五人组合出道的 Brave Girls， 在2016年有三位成员退团后，新加入了 Minhyun、 Yujung、 Eunji、 Yuna、 Hyun 等5个人。 Brave Girls 开始以七人体制进行了活动，但是因为成绩一直都没有很好，再加上多年的空白期，结果元年成员 Yujin、 Hera 在2016年， Hyun 在2018年退团后， Brave Girls 开始以现在的 Minhyun、 Yujin、 Eunji、 Yuna 四人组合进行了活动。 Brave Girls 在出道后虽然有被称为过世军统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红过，就这样慢慢准备解散的2021年2月24号， 四年前发表的龙琳歌曲的流言和金影片突然爆红，开始了 Brave Girls 的逆行神话。2021年3月，龙琳在韩国所有的音乐榜都拿下了一位，而目前在韩国所有的音乐榜都拿过一位的女歌手只有 IU、 TWICE、 BLACKPINK、 여자친구、 MAMAMOO、 RedVelvet， 然后就是 Brave Girls。 2021年3月14号 ，Brave Girls 在 SBS 인기가요拿下了出道首次的音乐节目的一位。Brave Girls 在音乐节目拿下出道首次的一位后，成员 유정 在得奖感言中感谢了国军官兵、预备役、防卫兵等所有现役军人。 因为目前为止在韩国没有一组女团在得奖感言中提到过军人们，所以 Brave Girls 的这个得奖感言真的是感动了无数的韩国男生们。荣立是2017年3月份发表的歌曲，当时 Brave Girls 是以5人组合拍摄了 MV， 然后到了2018年，以现在的4位成员发表了荣立新版本的 MV。Brave Girls 成员4人的颜值魅力都非常不一样，所以只要看一眼就能够分辨出谁是谁。因此成员们的绰号也是随着他们的特征分为：唱歌很厉害的主唱明영，长得像郭布기的 유정, 왕눈좌, 眼睛很大的 은지, 단발좌, 短发潇洒的유나。在原队长은영退团后， Brave Girls 目前还没有选出正式的队长，但是最近都是对应老大明영在负责队长的事情，所以实际上跟队长也没什么两样了。2021年基准， Brave Girls 四位成员的平均年龄是28.5岁，这是仅次于 Brown Eyed Girls 37.5岁的韩国所有现役女团中排行第二的记录。Brave Girls 四位成员们都喜欢 Mint Choco， 也就是 민초단。所属公司的老板永刚妹형姐曾经说过，如果拿下音乐节目一位的话， 就给成员们买 Chanel 的包包。结果在2020年3月14号， Brave Girls 真的拿下了一位，而永刚妹형姐也遵守诺言，给成员4个人都买了 Chanel 的包包。成员유정从小学6年级到高中2年级，一直就读于香港的国际学校，直到高中3年级的时候才回到韩国，所以英文实力非常好，也会一点点的广东话。咁样给音频走。 成员恩吉在采访中说过，有一次因为大学的英文科目而烦恼的时候，多亏了유정的帮忙而拿到了好成绩。成员恩吉从2019年3月13号开始代替三다르바 피트를 박봉的 솔로 歌曲《Pom》，也因为这个缘分，之后在Kingdom第7回的时候，以박봉的分身登上了舞台。恩吉被粉丝们挑选为是在跳考리춤的时候最帅气的成员，但是本人却表示，刚看到考리춤跟和苏阿比舞的时候，真的非常不喜欢，但是现在特别喜欢。在韩国有以 Brave Girls 为主角的网络漫画《勇敢吧，努力嘎图阿朱盖》，整体内容是在说一位准备爱豆梦的小女孩，因为母亲的车祸而要放弃自己梦想的时候，将 Brave Girls 形象化的洋娃娃出现，帮助小女孩完成梦想的励志故事。 Brave Girls 从出道到现在，一共进行了76次的军队慰安公演，其中第一期成员们是15次，第二次也就是现在的4位成员们是61次，这是韩国女团当中最多的次数。而Rolling这首歌也被称为是飞升式军歌。Brave Girls 名不虚传，是韩国第一军统领女团。Brave Girls 尤其是成员宇正的敬礼，被网友们称为是韩国历代军统领女团当中最模范的敬礼手势。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